妇女郎啊，还得是玩这种带真实布料的娃娃才带劲。Hello， 大家好，我是娃王，我的魔王啊，与你分享。那我们来拆盒把玩这款由浮游出品 IQ Bennis 系列的雷姆轻装兔女郎。刚拆盒的时候，属实是被这个迷惑的打包方法给整笑了。两个兔耳朵依旧是需要玩家自行安装。在造型方面，伸展的双臂和微微抬起的小腿给人一种轻盈当中带了一丝俏皮的感觉。那先来看面向最关心的大家，在眼部是宛如蓝宝石一般的深邃，其他地方都还好，就是感觉啊脸上的红晕有些不太自然。发丝的细节表现啊相当出色，只有在脑后呢才会有一点点的阴影涂装，层次感呢是稍微差了一些。在服装造型方面啊，这次算是换了换口味，不再是那种传统的兔女郎制服了，但是在我眼里这一身造型啊反而更像是泳装，细节大多都是通过粉色涂装来进行的体现，整体的层次感啊还是相当不错的。中间的裙摆是有用到一块透明零件来去体现那种轻柔的质感，裙摆下方还有绑线的细节和兔尾巴的刻画，但是啊小裤裤这里的造型我怎么看怎么像成人纸尿裤。紧接着来到了腿部，上面的娃娃是用到了真实布料，没错，这也就是该系列的最大卖点。不得不说手感摸上去啊那叫一个一级棒，而且我发现啊这次腿部后方的缝线是进行了优化，没有像之前大家诟病的那样傻大黑粗了。脚部的高跟鞋上还有着毛茸茸的兔尾巴装饰，地台呢是该系列的经典造型啊，一直没有变过。那以上啊就看完了本款精品的全部内容，全高27厘米啊，可谓是相当大的一只，整体做工素质表现还算是可以，几乎是挑不出来什么毛病，喜欢这个造型的小伙伴还是蛮推荐入手的。那以上就是本期魔王分享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喜欢本期视频啊记得多多点赞，我是武王王，如果有下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